接下来这一位曾经有一位是来 PK 过的 Erica 以及我们的许维婷。好， Erica 不会紧张吧？还好。许维婷此刻的心情？我还蛮平静的。哎呦，那就很好。今天选唱什么歌？那个阿妹的不在乎他。哦，哎呦，很想演出不在乎，可是现在有紧张了，对不对？ Erica 带来什么歌？ Stacy Arrigo Stuck。Stuck， 好，两位妹妹好好演唱，先掌声欢迎许维婷演唱。歌唱高手过招，胜负难分。参加超级星光大道是因为我妈说都已经第七届了，为什么还不来参加？然后我是想要用，就是利用自己的力量，然后呢，争取一个可以让我发挥的舞台。早就不愿困在这个地方，逃避负担吧，谁也不愿做回答，我不得不想。他的声音不停回荡，告诉自己过去已成回忆，做梦吧，接下来 Erica 演唱 Stop。 来自美国的 Erica 在传奇踢馆赛初登场，虽未能拿下胜利，但也创下了20分的高分。第二次要再多准备，所以希望这次会成功，因为上次没有成功。这一组的两位小女生，哇，建宁老师听得很开心哦。我觉得两个都很棒。我这个要是我投的话，我会两个都过了，因为我先讲这个 Erica， 我觉得她的节奏感非常非常好。那另外一位这个选手呢，我觉得她是甜美派的阿妹啊，所以我觉得其实两个都非常惊艳，而且这个不管外形啊都非常有欣慰，希望能加入我们华纳唱片了。好。
如果两位大家都觉得是两票的话，就举中间好了。要用闪的吗？小胖，你装什么可爱？他这样，就意思说一下蓝，一下红，一下蓝，一下红，闪亮胖老师，好、哦，要用闪的，是不是？好，一二三，请举牌。哎呦，哎呦，那两位恭喜都入选。小林老师，你也觉得两位都不错。对，而且呢，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很多的可能性哦，包括这个徐瑞婷，对，因为他不仅是声音是非常的有魅力，而且他整个看上去是非常的赏心悦目。对，那 Erica 嗯，当然没话讲了，因为这首歌的难度是非常高的，它的节奏感还有真假音的转换，嗯，对，所以对你的期待会越来越大，可能会对你也越来越严苛。哦，再次掌声鼓励两位。你看那么棒，你也是，很开心，超开心的，希望大家都这样。对呀、啊。中场统计，目前为止过关人数到达十人，接下来上场的选手，谁能拿出优异表现，获得晋级资格呢？